乡村过大年，梁山闹新春。是什么让大衣哥朱之文舞台首秀说鸭语？又是什么让韩红、张学友、刘德华同台竞技拼绝活？新春过大年，在这里，美猴王上演断头绝技，魔术师隔空偷梁换柱，深情的阿木，温柔的娃娃，带你重温金曲，热翻全场。上美景，品美食，说美人，美丽乡村快乐行，走进四川凉山，精彩不容错过。乡村行，快乐在进行。现在你们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美丽乡村快乐行》春节特别节目《走进梁山》。哈哈。接下来我们进行两个队的大 PK，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两个队的队员将用自己的才艺推荐美食和美景，如果观众支持哪个队，就把你手中的手镯投给哪个队。咱们为了今天台上的这个 PK 啊，咱们两队是做足了准备。我们深入了大凉山的西昌的乡村里边，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为大伙儿搜美食、寻美景啊。来到了会理，会理古镇真美丽，今天是个快乐日子。摘个石榴送给你，捧个心儿献给你，让幸福每天围绕着你。你是我的山呀小石榴，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石榴花呀，开满山坡，点亮我生命的火。你是我的小呀小石榴，怎么夸你都不嫌多，有你的热情温暖我的心窝，燃起我生命的火。怎么回事？你看大家挺火的吗？不是唱挺好的吗？怎么挺火？我们就光听着什么石榴果火，说了半天的美景在哪儿呢？对，美景啊，我要说的咱们是会理吗？会理出石榴果，会理还有一个美景叫会理古城，对不对？哦，古城。而且来这儿旅游啊，不但可以吃石榴果啊，咱们的迎宾方式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特别。来，把他们抓起来。不是，哎，不是，
我们是好人。我看多热情，这是。哎呀，这干啥呢？裤子。对，我看一个男的抓裤子在那夸夸的，这是他进来，他被人捂着，人拽了，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吓我一跳，怎么呼啦来一帮人上来，又扔的，我给我吓了。我害怕他哪儿啊？就腰也行，主要他扔起来之后，我害怕他不接我。我感觉到咱们这个医师呢是特别特别好，不过我就是有一点点那个疑问，我不好意思，这怎么是往美女屁股上这个撞呢？我是彝族人嘛，你是土长大凉山的彝族人，为什么拿脑袋和脸去撞？因为脑袋就代表了天，屁股代表了地。这个撞在一起呢，天地融合，阴阳和谐的意思。对。这么说，我俩还挺感觉挺有骨气的嘛对嘛，天地合一嘛。不过呢，你这一说呢，我觉得撞一次我还不满足，我希望天天撞。给大家学上一段，架的鼓，底下用脚打的叫地鼓，感觉我用嘴发出的声音像你们就拍，注意啊。这个叫军鼓，雷鬼。卡片连起来，你发明的口技是不用嘴的口技，人从这往上都两个部位发音，一个是嘴，就第二是鼻子，鼻子加嘴的声音，来个不用嘴的，大家感觉一下啊。来，一二三，呐喊声。你推荐的美景？我们推荐的美景是圆源县的泸沽湖。泸沽湖有啥？女儿国呀。女儿国里有啥？摩梭美女呀。美女呢？来，这就是我要找的对象们。我不走了，我就在西昌住了，行不行？哎，这样，我美女来上前一步，来，那个我想问啊，那个你们相中了我们这两个队的哪位帅哥？不是，最主要我刚才表演，你们看见啊，特别实际，你上上心思啊。我这个人没有，这女的也可以选女的吗？女的不能选女的，女的可以选男的。对，选男的。你相中我们五个哪个了？对，你相中我们三个哪个了？对，我们没有，我们三个，我们两个是威严。那看你们会不会跳我们的摩梭舞了？来，你来教我们，教吧，我们来跳。还要牵手啊？啊，帅！这回可以选一个了吧？选我们仨，谁？对不起了，哥几位。我告诉你，朱志文，完了，就怨你。你怎么怨着我？我要不是因为你，他们肯定选我俩了。对，我这学的多卖力，我这。我告诉你啊。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眼泪？我还没唱完呢，
哎，这个有特点了，这个有点像椭圆形的鸭蛋。对，这个轱辘不是圆的啊，是扁的。朋友们没见过这个椭圆的轱辘啊？对。有三个轱辘啊，叫独轮车，这个应该叫什么？三轮车。三轮车。我们王岭曾经拿过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这不但能骑独轮车啊，上面还得表演着，这是什么武器了？这个是有点像流星大锤。看他怎么下来啊！我还能倒着骑，看还能倒着骑啊！啊！这个独轮车看起来就奇怪啊，是歪的啊啊！来，小伙子过来，我看一下，这个就应该是你获得吉尼斯纪录的那个最小的轮子的独轮车。也是，还有刚才我骑的那个奇形怪状的，世界上就我一辆的。啊，世界你独一份儿。啊，独一份。那个，你看，周哥，你看见他这个？老周，这个是用脚骑的，不是用手摇的。我还没见过呢，这没见过，这是那个最小的咱们中国是不是？对对。好，主要你看见这个轱辘没？实际它这个轱辘的大小，它轱辘跟那个一块钱的硬币啊，对，是一样大的啊，看啊，对，看对，来一块钱的硬币的直径。哎，朱志文，刚才你说就这个，你说你能骑？这个时候都拿起来了，你看这算不了什么呢？朱老师，如果你能骑得起来，我就免费的送给你。来，你给我表演一下。来，我再学一下。你看他要领啊，完了，坐稳，双手扶地，那个脚蹬上，停就骑，来来吧，来，掌声欢迎朱大哥，朱大哥，来，朱大哥骑这个可就厉害了，来，朱大哥，这点小事还能难得着我呢吗？这是，你吹吧，来，吓我一跳，反了，骑反了，这车反正都不咋了。哎，来来，那等会儿再来，坐稳，等会儿坐稳了，坐稳了，坐稳了，先坐稳。朱哥，你坐稳了。哎，确实很难，让我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王岭给大伙表演一下世界上最小的自行车。刚才这个我承认也是绝活，
啊，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请出的这一位，他就不单单是绝活的问题了。咱们美丽队的节目那就是牛，这有什么？你们不就72变吗？不就一个脑袋一位吗？你会吗？我们有别的绝活。什么绝活呀？我们有分身术。来吧来吧，一起舞蹈，什么烦恼可以将我打扰？来吧来吧来吧，多么逍遥，多是优雅，好神奇。谁呀？大家开个玩笑，其实我们真的是两个人，我们都是韩红老师的一个模仿者。我的名字叫孙丹，给大家拜年了。哦、我的名字叫张凡。既然是韩红的模仿者，是那一定这个歌声特别像韩红老师，想不想听？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数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
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你这不算什么。我们接下这两个人啊，他还是两个人，这不废话吗？我以为两个人四个人的。哎，你什么人啊？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哦，爱
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你们会唱这首歌吗？如果这就是爱，大伙儿看到了吗？咱们美丽队他是谁？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哇！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路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们在身旁。我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我累也不说累。哇，这也是咱们美丽队的，他是谁？刘德华。接下来我们见证一下奇迹好不好？摘不摘这个？要不要摘不摘？然后掌声还不够热烈，尖叫声还没有。哦，嗨，叫不叫？哇！大家好，我们是1306组合，1306组合。我的名字叫一哥，我叫陈立明，谢谢大家。哦，我们是大家今天的张学友和刘德华。一层追求，一层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护。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哦，希望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从来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36圈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源亨通住豪宅。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起来唱。恭喜是你精彩，抓住我抱住星球外，怕你多人不孤单。
怎么样，何军表演的好不好？好什么呀，骗人的，骗人的，假的。哎哎，来这气球，你看一下，假的，气球真的。什么是假的？人是假的，鸡蛋是假的，是鹅卵石做的。哦，这鸡蛋你放那我也能踩，它要是真的我就喝它。呀，鹅卵石嘛，哎呀，喝了，喝，喝不喝？何军，何军。何军，何军，可以了，那走，走，出发，出发，走。刚才我们推荐的是美景，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推荐的是美食。哎，这是要检阅阅兵还是怎么回事？你这拿的是枪吗？报告队长，我经过一番的搜寻，终于让大家找到心动的美食了。哦，你心，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建昌板鸭。我看到这一只鸭子，我就想起我家的鸭子了。除了养过鸭子，你还养过别的吗？哎，我啊，狗、狗、猫、羊，不光我家里还能养了很多小动物。你将来，我还学过口技呢。他说什么呀？你吃饭你怎么不给我吃点呢？你会学鸭，我会学鸡。哦，鸡，公鸡和母鸡。母鸡的声音是你等我先学完的，咱俩有点乱啊。这是母鸡，公鸡。你们一会儿有鸡呀，一会儿有鸭呀，一会儿有羊。你就不怕把这个狼招来吗？哟，哎，他说什么呀？他说
你认识我吗？我是咱们德昌县的建昌板鸭，我是上过中央电视台。你看大家的，虽然天气冷，但是大家的热火朝天，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里四季如春，根本不冷，不冷啊、不冷。我给你包鸭子，你负责唱歌来。火火的情怀，淳朴的爱，滴滴汗水在表白，勤劳走上富裕路。我跳起来，两个扭起来，相声变成了高舞台。如今农民走进了好时代，个性伸手沾风采，相声变成了好台。如今农民走进了好时代，我们快乐队的朱志文，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咱们要是美丽队的阿木上场，一个顶仨。我妈的给我却不做蓝色，你我哥的说啊，三个人啊，那个特博你们个姐嘞，自己不孤单，只让我母就死了啰嗦，知道。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这是我们普格县罗基山的包腊，这是我们彝族的一个特产。每年我们彝族过年的时候都会杀猪。杀年猪，完了呢就把这个猪的肚子开膛，然后里边洗干净，把这个坨坨肉装进去，这么要腌制一年才能腌制成这样。那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场合推荐这个包腊这种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现在经常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做的这些腊肉啊，还这些腊味啊，非常怀念。现在离开家乡这么多年，很想家乡的这些味道。对阿姆经常在全国各地演出，常年不在家，但是我说一句话，天下没有远方，有爱就是故乡。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候鸟失去了南方。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天总凋谢的时光。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抛开诺言。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带我走。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
比赛比到现在啊，哎，我们要进行特殊的比赛。哦，什么比赛？要抢歌比赛。一小时，看。别看我就是一只羊，经常也为我变得更香。还赢了，还赢了。赢，选一道菜。他选这个肉多的。嗯。哎，你先别吃，没到，没到吃的时候。朱大哥，有点过，给我留点人。来吧，来，继续，继续。哎。哎，上。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挑菜，嗯，哪个好吃？这好吃，你别把大肉全部拿走，千层饼好呀，这继续，别吃两道菜了，继续，我们空的呀。柳岩，柳岩河。舅舅那个艳阳天哪呀，十八岁的哥哥浪到了你了。唱错了不拿回来、啊、唱错了不拿，唱错了要罚款、啊、唱错了我们要罚一盘肉。不拿继续继续。猪呀呀呀，猪呀猪呀呀呀，猪呀猪呀，羊啊送到哪里去？谢谢、啊、谢谢你，非常感谢。我给你一句话啊，咱打有把握的仗，要不会就别往前上、我跟你说，我会这个歌，我唱的，我就是看他那反应过来了吧。啊，现在非常让他们，是不是让他们对的？所以啊，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有朱志文这样的队友。我们愿意，我们喜欢，来继续。有请。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是他们的了。最后一首啊！我是我完了，他又来了。他们抢，算让给他们，让给他们，咱们已经五个。我是来自一匹北方的狼。没有羊，没有羊，没有羊，别拿。有狼就有羊，没有羊哪有狼，对不对？菜拿走。我们比赛已经结束，现在看出来的比分4-4平。你不会数数啊？这是五个，这个就是4-4平。同意我们美丽队赢的掌声尖叫声。Yeah.
美的有什么节目？还有谁呀、啊？我们美的还有绝活，还有赌王。谁？赌王，掌声有请。赌王登场，不同凡响。接下来见证奇迹，一颗麻将，一颗骰子，一颗麻将，一颗骰子，一颗麻将，一颗骰子，哇！接下来20个骰子单台立起一柱擎天，20个骰子立成一柱擎天。刚刚我们大家看得到，我是用一个看不到的杯子给大家展示的。接下来我用一个玻璃杯，让我们在座的朋友看得到这个骰子如何竖起来。我同样多增加5颗骰子，现在桌面是25颗。当时这个记录是我在2007年，还可以这样去说，这个记录是我个人创造了一项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看一下见证奇迹了哈。见证奇迹。玩骰子是我个人业余爱好，不过我从不参赌、哦、就像习武之人从不伤人一样、哦、对对对对、哎、谢谢谢谢赌王，祝你越来越成功。谢谢阿郎，谢谢。
好，我是魔术师富强，非常高兴呢能够来到梁山呢为大家表演魔术。当然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朵玫瑰花，这朵玫瑰花呢送给电视机前所有朋友们，祝大家花开富贵，花好月圆。这样吧，这朵花呢就送给你好了。不是，你这么大老远来到我们梁山西昌，你这你送个纸花，我不要，我不要。纸花是吗？对啊，它其实就是一朵真的玫瑰。这真的假的？真的。啊，但得需要一样东西。什么？你身上有打火机吗？啊，有，我打火机。好，注意看各位。好，灭了灭了，再来一次。哇！哦，接下来这个魔术呢跟时间有关系。好，好，这样吧，我这里有扑克牌，会帮我把扑克牌拆开来。好，是扑克牌。好，好，好，来，我们把牌呢拿出来。好，我们看一下扑克牌呢，一般新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新牌呢，广告牌我们先拿走哈，广告牌先拿走。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可以镜头近一点。好，我们看一下，一到 K， 一到 K， 一 K 到一 ，K 到一，对吧？对对对。完整的新牌。对。首先呢，我们把鬼牌呢先拿掉。就大王和小王。大王小王为什么拿掉呢？因为魔术师很少用到鬼牌，因为鬼牌在里面会捣乱。哦。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呢，就帮我把牌洗乱。啊，洗乱。这么熟练，赌王。好，我们已经洗得非常乱了，对吧？现在牌呢是非常非常乱的状态，对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非常乱，非常乱。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做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魔术常规表演，会让观众呢抽取一张扑克牌。哦，好。现在你也帮我抽一张扑克牌好了。好，这样吧，随便抽。我们公平一点，公平一点。我们这样拨牌的时候呢，你在任意地方说停，好吗？好，来，好，停。差不多这个位置，对对。好，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你给镜头看一下这张牌。你不能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也要看一下啊，闪闪。自己悄悄看一下。好了吗？OK 好了，好， okay. 这张牌，好，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把这张牌呢放到牌的中间。对，大家都可以看到，放到牌的中间。好，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呢是把你的牌找出来，对吧？这是魔术师的任务。你觉得像我这种级别的魔术师找你的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大概得大概，你还有没有洗了？啊啊，我洗了吗？对啊。大概得十秒钟吧，我是。十秒钟，其实呢，我想告诉你，我找到你的牌差不多需要0.5秒。那别催。先看一下。我不相信。上面是一张红心 K。对。看你的眼神应该知道这张牌不是你的牌。对对，不是。你像这张黑桃七。啊，这不是。我刚说过0.5秒速度是这样。弹一下手指呢。啊呀！是你的牌吗？是是啊，当然是啊，方片九。方片九。0.5秒，好，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看清楚，嗯，方便酒，现在我把这张方便酒呢，慢慢的像这样，把它翻过来，把它推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方块酒，把它推进去，把它放到牌的中间，再一次放到牌的中间，好，注意看，当我弹一下手指呢，你会发现呢，方块酒呢就。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你给我。你是不是很想试一下这个过程？我想试一下。想试一下啊，方块九对吧？在这里，你帮我拿起差不多一半的牌。对，你把放到这里，帮我盖住。好，帮我推进去。好，自己弹一下，自己翻开。这个太厉害，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你们想不想看到这个魔术的发生的过程？就是说它是怎么跑上来的？当然想啊！当然想，对吧？对。好，其实这张方块九呢，它们背面都长得一样，它的牌背都长得一样的嘛。对。所以接下来我要难度再升级，我把这张方块九呢像这样折一下。所以现在这张牌是什么？弯。弯的。弯弯的。啊。比如说我再把它放到一个地方，你可以通过牌背呢可以看到。对。它在什么位置？对。比如说我这样把它盖起来。我刚说过。啊，能看见哈。只需要干嘛？只需要弹一下手指，弹一下手指，注意看，一二三，哦，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难，我们要再难一点。这张方块九呢，很多人会说你是不是身上准备了很多张方块九？对，所以说我希望你呢在上面呢签上你的名字。好，再签个不一样的，好。
我们看一下，正面是要写的笨笨，背面呢是要写的崔大笨。好，所以说呢，方块九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牌。对，好，我们镜头特写一下，让大家记住它签名的样子，好了吗 ？OK， 好，现在我把这张方块九呢，再一次呢放到牌的中间位置。好，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放进去之后呢，我希望你的手呢帮我盖住这牌。好，来，我们三位每人呢也拿手盖住，好，上下都盖住，盖好了，好，盖好，好，好，盖住。其实我刚每弹一次手指呢，时间会回到十秒钟以前。好，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下。好，想不想学这个魔术？想。这个魔术很简单，每次我弹一次手指，时间会回到十秒钟以前。对。想不想试一下？想。每次我弹一次手指呢，时间会回到十秒钟以前。想不想学这个魔术？想。哎哎，你要再这么弹下去，咱这节目还录不录了？好。我刚刚已经弹了很多次，对吧？现在呢，我们稍微的放松一下，稍微放松。我现在看看第一张是一张什么样的牌。好，你的牌呢应该跑到第一张了。我们看一下，方块。不是你这个不放在你兜里了吗？小王。别着急，别着急，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先按住牌。我刚刚是不是在无形中弹了很多次？对。哎，我现在又弹了。啊，对，你弹了很多次了。弹一次九秒，弹那么多次，大概要多久？啊，十秒，二十秒。怎么着也得两三分钟以前了。啊、对对对。两三分钟以前，这副牌是什么状态？对的，没打，没打开，对吧？对，来，我们现在慢慢的把手打开。各位观众，哦，牌呢再次回到没有开封的状态。这是怎么变的呢？别着急，别着急，再次拆开，再次拆开。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熟悉？这熟悉。好，哎，这次果然熟练多了。来，把打开，打开，打开。好，各位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牌是什么状态？对，连一起嘛，连一起，对吧？对啊，这牌呢回到未开封的状态，牌打开，王跑回来了啊！跑，对对对对，你刚抽了什么牌？方片九，方片九，我们找一下方片九在这个位置，这有张方块九，各位。对，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崔大笨笨笨。那个，我也常看魔术啊，我怕作假啊，我向电视机前用我人格担保啊，我绝对不是他的托啊，而且这个名字我签的时候吧，我底下点了一个点儿，我平时签名的话底下是没有点的，我就看看他到底是真是假，真的很厉害，谢谢你。梁山的彝族人都热爱火和太阳，所以说性格啊，也是像火和太阳一样热情和奔放。哎，是的，我们两个队的队员呢，为了准备这次节目，我们也专程的到了咱们彝族的家里去采风，我们去体验了一下他们非常温暖的生活。恭喜发财啊！哦，卡拉兹，来来。天地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哇，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郑贺，我们老人也带来了李振华的德昌方慎九。刚才唱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点，就是这点了，就是这一点了。端着酒碗喝，傈僳族的祝酒歌。哦，傈僳族的祝酒歌。哇，这小妹妹好可爱啊！几岁啦？5岁。那你用咱们傈僳话。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好，好不好？给叔叔阿姨们拜年，拜个年，来，宝贝。花花可是，花花可是，花花可是。在这里，我们所有人祝全国的观众花花可是。今天是带了玉女来的喽。加上我们就是金童玉女，谢谢谢谢，给大家送财送福喽，谢谢多多哈，谢谢谢谢，这是土举，我是湖南，给个吧给个吧哈，都是老乡，都是我们头长啊，哎，谢谢老乡，谢谢谢谢，东北西餐，谢谢谢谢，哦，东北西东北西，来来来，好，后边的呢，后边，哎，往这边扔呢，哎，谢谢谢谢，你烦人。下面有请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冯阿南女士。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是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凉山的旅游资源独具魅力，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到凉山来做客观光旅游度假投资开发。好的奖品应该大家分享，我们都有，谢谢谢谢。祝福我们的凉山，因为即将架设一条从西昌开往香格里拉的高速公路，未来的游客到我们香格里拉大旅游圈将会更加的方便。美丽的凉山，幸福的西昌，欢迎你们。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美丽乡村快乐行春节特别节目走进凉山到此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请关注我们官方网站农事网、农事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